各位台东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卢宇慧，欢迎您收看东台热线开讲。今年呢已经迈向新的一年度了，那我们的台东这几年的建设，各位乡亲朋友们是不是幸福有感？我有感觉，我从花莲来，可是我这一整年当中我一直来到台东这个地方，我真的觉得以前花东是说连在一起的，可是我现在真的觉得台东已经有感觉赢过我们花莲了，这样会不会被我花莲的乡亲朋友听到觉得你在说什么呢？可是真的觉得这几年我们的台东县在我们的黄坚庭县长的这个团队，坚强的县府团队的领导之下，真的八年的时间其实应该还不太够，对不对？可是这八年的时间呢，我们的黄坚庭县长带领的县府团队冲刺，在短短的两届的任期之内呢，要能够让台东有一个新的气象。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把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的后面的那个重要的推手，我们的现场夫人陈玲燕，我们的小燕姐跟大家问好一下。宇慧好，观众朋友好。小燕姐笑得很灿烂哦。其实我说她是这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那一只很重要的推手。其实您这个一路走来，您跟我们黄县长的婚姻已经有超过30年了。对，那我们知道，其实黄坚庭县长他从政以来是二十年的时间了。所以您认识他的时候，他不是政治人物，不是如果知道他要从政，绝对不嫁给他。其实这应该是现在很多男性政治人物为什么要很早赶快结婚，因为他们先把女生拐到。因为从政治之后，这个人生的生活历练真的是大转变哦，这个压力也是大转变。可是当初是什么样的状况哦？县长他决定从政之后，那您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配合他，或者是说你有被说服吗？还是说你觉得你有认同？又想起来又觉得就是被骗了。是，不过真的现在想起来知道这是神的计划哦。是，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其实当初我跟黄建庭结婚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顺利，是他年纪轻轻就做到副总，收入非常的高，是尤其在那个年代美金是1:40，对啊，所以你怎么想都知道回台湾是减薪，但是那时候呢，他就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年轻就这么安逸？就是说他不喜欢他的生活每天都是 predictable， 就是都可以预测的，然后周末就这样，其实那个很单纯，那个就小确幸，那个我很喜欢。但是对他来讲，他觉得太没有挑战了。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回台湾吧。那时候因为黄建庭的专长是 asset management， 就是金融资产管理。是。那时候刚好在80年代，台湾这时候是正是 booming up， 对 ，booming up， 所以就有一个机会，他就回来台湾。就任这个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然后他想说这样也好，可以陪伴爸爸妈妈，是那这个可以比较就近家人，这个理由我是认同的啊，所以就全家搬回来台湾。那时候我们也都还在金融界工作，是虽然环境转变了，要重新适应，但是至少你的工作本业专业还是一样的啊，就。可是怎么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什么要选什么国大代表，我连国大代表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是，然后那时候他跟我讲说这个是一个兼职的工作，所以是要修宪开会的时候到阳明山啊。那我想说，那如果是兼职的那没关系嘛，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就让他去。结果后来才知道说，哇，都看不到人了，他就在台东了啊。然后他看不到人还不打紧。我公公开始打电话来了，说你什么时候请假下来拜票啊？我想说什么是拜票，搞不清楚。可是就在那么我完全对选举是一无所知，然后对政治是毫无兴趣，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来台东，然后他当选国大代表，然后我们全家又从台北搬到台东来，然后开启了这个黄建庭的这个另一个人生的阶段，为台东乡亲服务。所以其实县长他从当国大代表开始，他就把他的重心跟他所关怀的重点，就是 focus 在我们的台东就是他的根。其实我回想起来我们刚结婚度蜜月到夏威夷，
然后我们到下来会说哇好漂亮哦，看到很啊，那有什么，我们台东也这都是这么漂亮，差不多，对，差不多这样。是，然后饭店的服务生就说啊，你们要不要参加什么那个 tour 啊，然后去看什么芋头园啊，凤梨园啊，什么什么，那有什么好看的，我从小看到大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呦，以后出去玩不要找台东人，可能也不要找花莲人哈，因为对他们来讲，好山好水是理所，就是好山好水理所当然。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会纳闷啊，我就会问说，那台东没有什么呢？嗯哼，啊，那其实如果你现在去问台东没有什么，县长会跟你讲，跟那时候他跟我讲的是一样的，台东没有国际化。哦，国际化，嗯哼。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很早就把改变台东的心智放在他的心里头，虽然当时他以为他会停留在金融界，然而不然，他心中他到外地他看到很像台东的地方，为什么夏威夷比我们进步呢？是为什么夏威夷是一年四季都有国际观光客，没有所谓的淡旺季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同时有经济的能力保有那样子优美的环境自然的景观，是但是它同时周边的建设服务是那么的顶级，它可以吸引高端的国际观光客来，所以让民众是这么的富足呢？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县长上任之后，他推动一件事叫做国际化，是政治人物不会做的，因为国际化没有选票。是，但是他却这么坚定的，一定要把台东带向国际化的脚步。是，那个是很早在他心中就有的。看见 vision 意向啊，所以他一直认为，如果台东可以像巴厘岛，像夏威夷有很多直航，是的班机，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可以直航就到达我们台东的机场，那你看台东会丰收到什么地步啊？是就不像，就是我们现在的瓶颈是在我们的运量，我们的运量不够，是我们就只能都知道嘛，花东买车票最难买了，对不对？真的，一票难求。是，所以飞机的直航若是有，那么台东可以走向国际化，更开阔的市场啊，每一个人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劳力。但是你可以得到的经济收益却是不同。是，所以其实县长很早之前就心里很一个底定，就是台东必须迈向国际化。可是我们台东花东应该一直被说是台湾的后山，东台湾最后一片净土。可是相对的这些话的背后，感觉上有点是在嫌弃我们花东地方，好像就是没有很足够的能量或者很完整的建设。那所以在推向国际化之前，我们的基本建设一定是必须先打稳，所以县长他从国大代表到立委，立委期间他就已经很拼命的为台东争取建设，对不对？这部分您也是一起参与，一起来协助，对不对？我们知道那时候你也担任台东县政府里面，你也当过文化局，我当过文化局跟文化观光处处长，是，所以那时候你也是跟配合我们县长，在他在中央，你在地方，你也我觉得你也变成被他带过来了，对不对？一整个也被他从本来满脸问号变成你也认同他，愿意跟他一起为台东打拼，是这样的感觉吗？那个是很意外的插曲，真的。但是我觉得，我两年半的时间其实很短啊。我在台东县政府担任这个一级主管的角色，但这两年半的经历，其实是神在帮黄建廷铺路。他把我送去第一现场历练磨练，是。所以我立刻明白为什么地方政府做事这么多的难处。那我。在他担任县长之后，他跟我讲任何问题，我一听就会懂，就懂了。因为我在那边待过，然后我会是局处长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的辛酸苦水我都知道，是，我都尝试过。那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后山通常指的就是经济的弱势，是啊，工商不发达。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埋怨我觉得因着这样子我们得到了更多，
嗯哼，就说我们保有了我们许多天然景致的资源，我们没有因为过度开发破坏了啊，那是因为我们建设的晚。嗯哼，那建设的晚不表示我们能够不建设，是啊，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台东的青壮人口不断的流失。嗯哼，在黄建廷担任县长之前，你看那个报表，你是很害怕的。嗯哼，那快速流失是过去的从现在算起，过去的30年，台东人口流失了将近1/4。哇哦，嗯哼啊，所以如果你是县长，你知道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挽救经济，你要创造工作机会，你要留住这些青壮人口。是，只有这些青壮人口他们能够留在自己的家乡工作，照顾他们的爸爸妈妈，照顾他们的小孩，后面才不会衍生更多的问题。对，隔代教养，老人独居，老人这些很多都变成是我们社会处，我们县政府更沉重的负担。是啊，所以经济是最核心的。当你解决了经济，你同时医疗也会好啊，你才可以请得到更好的医生啊，对，你才可以加添更好的医疗设备啊。所以在挽救经济的这件事情上，县长的这个策略是非常聪明的。为什么？因为他是 MBA， 他是这一方面的专长跟背景，是，所以他第一个做的工作叫做招商。他的招商是化水为酒啊，他就盘点我们台东有哪些闲置的资产，其实是很值得利用的。对，就这样子，秀泰影城，就招商进来了。否则他本来是一个废弃的，是啊，废弃的这个好像是客运站。是啊，像这样例子很多，包括现在你看到嘎雅，也是我们把一栋本来是老旧的建筑啊，甚至是危楼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怎么使用的啊，我们透过招商，我们现在台东多了一间啊，这个很傲人的嘎雅饭店。那除了招商之外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台东这几年办的活动很不一样。对，国际化的活动很多，对，真的。不但它是国际化的活动，更重要，县长是用一个建立产业的眼光在办活动。是啊，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跟神祷告，我们说主啊，台东好穷好穷哦，我们没有钱，像人家那个什么什么节就烧掉几千万，就这样，我们没有钱啊，我们渴望我们办的活动都能够扎根变成是长久的产业啊，让台东这些观光周边产业的人的民众啊都蒙福。是，所以你会看到热气球是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啊。现在热气球啊，我们不但有自己的飞行员啊，我们不但有自己的球，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办热气球光雕。是是是，那在嘉年华的季节，那更是吸引游客最好的时间点。我们的冲浪，你看今年第7年我们办了世界长板的冠军赛。 对，就在，所以世界的顶级好手都来到台东了。是啊，WSL的这个主席一直跟乡长讲，我不敢相信这么多人不知道台东。他说这个地方这么美啊，食物这么好吃，物价这么便宜，人民这么友善。他就说他们现在都告诉他们的好朋友啊，度假去哪里？去台东，去台东，就来台东。那办了7年的冲浪，有什么结果？结果就金尊渔港不一样了。对，是哦，我们现在为了要活化这个金尊这个渔港，不是太低度被利用，很可惜。但因为随着冲浪的起来，他们被看见了，所以现在那边有一个上影水产的案子啊。那我们相信明年很快就会看到成果，是，你会看到世界顶级的料理，但是结合自然原生的渔村，这样子的文化是啊。变成一个一个很棒的一个休闲的鱼市啊，那是任何人来到了金尊，他可以看冲浪，然后他也可以驻足在那里，对，享受我们真的是这是真正的海底捞，是真的是对 fresh catch 是最棒的最棒的鱼市。那在铁人三项，那更不用讲了，几乎这些铁人三项的选手，他们如果是第一次来到台东填问卷的时候，问说下次你还要不要再回来这个城市参加比赛？Yes， 所以 Ironman 去年的调查，
他们调查了100多个城市他们的举办地点，然后那个愿意再回来这个参加第一名是谁，就是我们台东。所以县长就是是好几管这个启发哦，就是这个是并进哦，就是要挽救台东的经济，但是不是只是只是说很短暂的经济，他想的是很长远的，是很长远的建设啊，包括我们做这些智慧化的工作，好，我们这 TT Maker 是给年轻人有一个创业的辅导支持的空间跟 know how 是都成立起来了，然后还有像最近刚刚开幕的我们的原住民文创波浪屋啊，那边陆陆续续会进驻更多这些有特色的这个文创的据点，是啊，然后把台东的特色通通都结合在一起啊，那慢慢的，我相信县长要打造出来的台东，就是它是一个人文价值很高啊，然后很具独特特色的啊，但是它同时又够现代化，又够国际化，又更智慧化，所以你可以慢食慢游慢活，但是网络很快速，对啊，就我们，所以我常常这样开玩笑说，科技能给的幸福跟科技不能给的幸福通通在台东，是啊，所以来台东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其实县长这20年来的坚持，其实您也是在他旁边陪着看着，甚至于你也觉得十分认同，你也加入了这个最佳帮手也是帮他陪他能够一起来改造我们台东这个地方。那现在已经迈入第9年了任期将近尾声，可是这个县长的施政成果，其实过去几期节目当中，县长来上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就不同的主题呢，跟乡亲朋友透过我们的地方电视台面对面跟大家来分享跟报告，相信也让很多观众朋友看了之后，台东乡亲觉得说，哇，原来县政建设千头万绪，而且要面面俱到，还不是那么容易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逐步的成果，而且在第9年，我们县长也把它定为一个是希望是一个成果展现的丰收年，让台东乡亲可以看看这些年来我们县府团队怎么样的精进，怎么样努力克服财政拮据的困难，也克服很多地方不同的人事派系的一些要求跟不同的意见那有很多的，像之前几集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成年老案为什么不能做，不是要做不做，而是怎么样合法的去做所以在节目当中县长其实也跟大家做了很详细的分析那可是我们的黄建廷县长，我觉得好厉害他是超人吗？我真的一个政治人物要能够一路走来，而且所以小燕姐，您觉得黄建廷县长在您的眼中，你觉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特殊人格特质的一个人士，你怎么样定位他？我觉得要做一个领袖我刚刚提到的是指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就是他在看事情思考事情，他是有 vision， 他在看整个 whole picture 蓝图。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有一项很棒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无私的人无私无私的人，要当政治人物要能够无私，没错。但是我觉得他的，因为黄建廷的热情是在改变他的家乡，不是在从政。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成为政治人物之后，在他心中最重要的绝对不是选票，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怎么做成，他看到做成之后这件事情会对台东带来很棒的改变所以他会很坚持到底。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不会上政论节目然后他不会去选中常委然后他其实也不在乎他连不连任就是对的事他就去做，然后他是很不政治的政治人物他的局处长都知道县长思考的角度都是跟政治无关，他不会去考量，他很正面思考他被训练，因为他是 MBA 背景的，我们在读 MBA 的时候就是你要研讨，就是你遇到这个问题你有什么 solution， 所以他是一个 CEO 的思考，他会专注在怎么解决问题然后专注在怎么达成目标那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你看到我们大部分从政的人最多的是法律背景法律背景的专长是证明别人是错的我是对的对
那或者是学政治的政治背景，那政治背景的专长是什么？政治背景的专长就是讲话讲得很漂亮，然后最后就是我要得最大的利益，那是政治的训练，对，就是怎么你运用你的次要敌人打击你的主要敌人，然后最后你得到最大益处。No， 可是那个都不是黄建庭的特色。黄建庭是一个很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局处长都会告诉我说。县长怎么那么聪明啊？哦，我们跟他讨论事情，然后他就听他有没有县长习惯，就是讲重点，讲重点讲完之后，好，你有什么解决方案？啊，这个讲 A， 这个讲 B， 然后最后结论县长就会是一个 C， 然后那个 C 是哇，我们怎么没想到？然后我们就觉得太好了，好做去执行是啊。那当然这几年你看台东县政府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啊改变那么大。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团队，是那因为我自己曾经当过局处长的角色，我处在那个位置上，我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会局处长做不了事，是，所以这些经验是县长在还没当县长之前，他完全就明白的啊，法令的问题，对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再来就是你还要对。议员对，还要对媒体，还有民众，永远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所谓的民意，对啊。但是你怎么在这层层的困扰干扰当中，你能够抓住你自己的心，你知道说怎么样做是正确的，是很重要。那我觉得县长另外一个无私是让这些文官感受很深的啊。你知道我们这几年台东参加很多比赛，包括招商奖金6000万，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县长把奖金拿来做什么？县长要奖金一大部分用来做培训我们的公务员哦，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出去观摩，为他们安排跟着上这个世界脚步顶级的一流的课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知道我的任期有限。这些文官，好的文官。有国际视野的文官，有处理问题能力的文官，会是将来台东的祝福哦。是，所以县长这几年在投入在这些文官身上培训他们的，让这个团队的这个素质跟以往很不一样啊。那当然这些改变哈，一点一滴加起来，背后回到一个。很重要的县长的领导特质啊，这个也是很多局处长告诉我的，就是说他们跟县长工作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最大的压力是县长的信任，真的，县长的授权。他说这样我们都没借口啦。哦，他说以前就是最大的瓶颈就是用人，对比方我以前在当文化局局长的时候，科长有缺，我能不能说我要升这个不要升这个？不行。对不对？对，但是县长完全授权。县长永远让局处长的决定他的用人是啊，然后县长是一个聆听的县长。他会去听局处长提出来的想法，可不可行，他在做最后的猜测是，然后他信任他的局处长，他会挺他的局处长。遇到困难他们回报给县长的时候，县长会设法打电话给中央啦，然后比方像我们的热气球跟冲浪办得这么好，其实很多资金是县长去募款来的，是啊，就说他会动用他的人脉，他的资源，帮局处长一起把工作做好，是啊，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所以真的我要说文官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是当然年金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那种很草率的改，不断对这些认真奉献付出的公务员很不公平。事实上他会有很大的后遗症。你会歼灭了这些公务人员的热情。是，那我们大家都想一想是谁在那个位置上帮我们解决问题。民意代表很容易啊，出一张嘴啊，对啊，骂一骂啊，对不 对， 對，电视节目名嘴，反正他们的工作就是整天批评就好。对，谁真的承担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公务员，是我们应该要爱他们啊。尽管年金要减缩，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民
起码可以做的是尊敬公权力，嗯哼哼哼，尊敬公务员，嗯哼，是、嗯、我看到现在的台东县政府的公务员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是啊、嗯，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尼伯特发生的时候，嗯哼，啊，我们五天之内就恢复了市容啊、嗯，把整个台东的生活步调完全恢复正常，嗯哼，这个背后都是这些公务员对愿意牺牲，完全没有抱怨，把自己家里破了屋顶什么各式这样摆在后面。我以公务优先，是，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县长带领的台东县政府，啊，是一群有热情、有使命，而且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是公务员。嗯哼，那同样的，县长也期望他们最后一年不但不能停下脚步，对，更要快速奔跑，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起了头的事情，还没完成，对，但是这些事情。倘若完成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案子叫南回之星，对、嗯、哦，然后我们知道那个南回之星起来之后，哇，可以造福整条南回县啊、哦，他们的产业，他们人民的生活。嗯哼哼，所以其实就剩下最后一年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县府团队还是上紧八条。是的，哦，绝不会觉得说，哎、欸，我要结束了，那以后不关我的事。其实之前几集节目当中哦，县长到节目中来谈这些很多的建设案，有很多很多哈、哦、是已经正要进行，可是相信要执行之前前置作业跟争取，对，真的是很辛苦哦。所以县长在他这个八年的时间，他努力的希望能够把头先给开启了，那后续他也在节目当中，观众朋友，你是不是印象深刻？县长说他不在乎是不是在他手上没有关系，他觉得他不在乎那个剪彩的动作，或者是落成放鞭炮的动作，他在乎的是这个东西做了之后开启之后，后续我们台东乡亲得益处，对、嗯、台东乡亲是不是能够留下幸福的建设？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黄真田县长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哦。那过去这么多年来，您如何帮忙他？其实，在公益的这个部分，我不会认为我是在帮忙县长、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自己很喜爱做的事情、嗯的啊嗯、我的基金会长期以来关怀弱势，尤其是儿童、嗯、啊，这是我心中的负担。我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我发起一个云端爱宴的活动、一份礼物，一个希望，相信爱能改变世界。那当然，某种程度来讲，我是县长的头号分身，是啊、很容易就是县长有很多的邀约，但是县长没有办法到的时候，民众不太开心。然后县长说：“那我派小燕去好不好？”然后笑脸出来了，好了，然后县长就会回来告诉我说：“好，明天你要去哪些？”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说你们都不要抱怨你们的老公，你们老公是交薪水单给你，我的老公是交行程表给我。对、对，那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你说跑行程啊，或者是参与一些县长交办给我的事情之外，我觉得我能够帮他的其实很有限。你看县政府的事情那么头大啊，每天有每天层出不穷问题，但是我可以聆听，我可以做他最好的听众。是啊，他每天回到家来的时候，他知道他最好的朋友在家里，他可以告诉他任何的事情。是哇，然后我可以倾听，然后我是他的卫征。我想我们的局处长，其实他们现在都讲说，哦，县长是我们见过很少数那种说的做的跟想的都一致的、对，所以呢县长每次讲什么我们不用再去猜说哦是不是的，对对，他说那样的哦那样的老板哦这样很难做，是，但是县长只要讲了什么他们就知道是什么，很清楚啊、那但是我觉得局处长总是不像我就说我可以给他的建议是很直接的，我是完全不会转弯的、所以我永远是他的卫征，我可以告诉他说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或是我觉得怎么样会更好，等等，就是我可以站，尤其我可以站在一个妈妈的立场，一个县民的立场，如果你森林公园要收费30块，我说OK 啦，30块应该甚至有点低、我们会觉得，但是我觉得 OK， 30块应该是民众也会很乐意接受嘛，尤其是县民并不收费，台东县民不收费嘛，所以我是一个测试品，
哎，推出新产品的时候，有时候局处长也会问我，看你能不能接受？对对对，先过你这一关。这个杯子是这个粉红色的漂亮，还是这个颜色漂亮？就是我是县政府最忠实的，最忠实的这个志工，就是说他们可以信任我，然后他们可以来请我做任何事情，所以其实像局处长会打电话给我需要帮忙的事情，比方说请我帮他们祷告，我很乐意哈。他们要办一些户外的活动，他们担心下雨，或是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会请我帮他们祷告，或者说他们有什么什么长官要来啊，但是县长没有办法来陪啊，那他们就会问我说，那吃饭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去啊？那我当然就会很乐意去，因为有我在他们的身边，只要可以给他们支持，我都很乐意。是啊，但是我觉得我给县长最大的帮助，真的还是就是祷告这两个字。真的，对，我觉得祷告就是一个从内心发起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力量的来源，对不对？而且它可以是做一个最深层的一个净化，而且我觉得它可以让人沉淀。是我们说。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我会用祷告来托住县长的每一天，然后用祷告帮助他做的每一个决策都走在神的心意里头，尤其我很常用的哈，以赛亚书11:2，我会宣读啊，耶和华的灵必住在黄建庭身上，就是使黄建庭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黄建庭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祷告他有健康的身体，祷告他做一个台东最好的县长，是我经常的祷告。当然我也为我们的局处长一级主管的身体健康祷告，因为其实这个工作真的很劳碌。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说哪一个主管啊，或是科长啊生病了，我真的就我心里头会很挂念。是，所以其实你的角色也就是我们县长最重要的一个支柱，不管是应该很重要的是心理上的一个支柱，那也是在他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你是他最好的陪伴，最好的一个分享跟分摊。谢谢你。那所以其实这一路您陪他也走了20年了，那未来最后一年，县长有说了宣誓了，这是他这第9年要是一个成果的一个宣誓展示的一个时候。对那这部分是不是最后冲刺您也是一定要跟在旁边陪他一起鞭策一起向前呢？我预期这最后一年非常忙我们有好多我们现在在 plan 的工作非常多，但是心里头是充满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落在好土，结实百倍。是，然后那个成果随着时间越来越靠近，越来越能够彰显出来。然后我会看到更多台东民众的笑脸，那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最大的回报。是 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听小燕姐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不管是谈当初跟县长怎么样投入这样的一个服务乡亲好的一个行列，那到一路走下去之后呢，就往对的方向走，而且坚持善的理念，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县长他那种无私的心，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在台湾的政治人物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以无私敢说自己无私为大众的政治人物，谁敢直接举手呢？我觉得应该是你真的要看说谁敢举手，我看看应该不太有人敢举手，可能是黄建庭敢在那边举手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台东真的是一块福地有这样的好的天然条件，那有这样的一位愿意为台东付出的，放弃自己原本感觉 CEO， 这是多么令人称羡呐，对不对？那呢，我来回来当不管是当民意代表那当行政首长，其实真的是做牛做马吧。真的应该是做牛做马，就是为了乡亲，然后为了这片土地，为了他的家乡，
然后努力付出。那第九年了，我们要迈向这个啊，对自己的过去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完整，不敢说完美吧，哦，完整，我们要给相亲一个交代。对对，我现在前几集节目当中跟县长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理念就是他的做法就是我努力做，我尽力做，我不敢让你们给我拍拍手，可是我要很慎重的跟乡亲做一个报告，一个完整的呈现，那请乡亲能够支持，那也希望乡亲跟他一样，跟县府团队一样，继续为这块努力，这台东这块土地来努力哦。那最后的一年的时间，县长夫人小英姐辛苦了。继续加油，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嗯，而且祷告是最深的一个心灵的支持，没有错，善的理念会回向，然后会带下神的祝福。真的，凡流泪撒种的，必欢喜收割。嗯哼，我很喜欢看到小燕姐的笑脸，希望今天透过镜头，应该把你拍得蛮美的。谢谢了，导播，谢谢导播，再美一点哦，这样灿烂的笑容能够烙印在我们台东乡亲的心里，那也能够记得我们这样善的回应，那是不是能够跟着我们的小燕姐一起祷告，为台东这块土地？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努力一下，加油。那今天时间的关系，也很感谢我们的小燕姐在我们中来，下次有机会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好不好？你还有很多很多话可以跟大家分享，没问题，随传随到，欢迎您再来。那也感谢您的收看了，我们下个节目再见了，拜拜。